什么年代了，不会打扮的女人才会背又大又沉的包包。现在精致的女人选择的是这种小巧又实用的拉链钱包，就是这款颜值和实用性兼备的包包，我背上了一次就爱上了。它不仅是手机包，还是卡包、钱包，两种开合，两个收纳空间，非常的有设计感。精致的卡扣，这边还可以放手机、钥匙，另一侧的拉链可以打开放银行卡、零钱，非常的方便。而且它不仅可以手拿，还可以单肩挎，可以根据你的穿搭随意搭配。这样实用又洋气的女包，真的不要再错过了。I'm never gonna be that girl who's living in a Barbie world.